着我，为着两人的将来，要分开，请咱来安排，怪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咱当前世迎风走天涯，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摆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为了要解救济公的离婚妻，以千年狐仙来打出手咯。玉狐仙见不我出现，放出了夺命回报，回报去。哦，青烟回香献出了罗汉金体。夺命回报之后，玉狐仙又见鹿晗身体不敢再乱战，化气之毒走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无什么大碍，兴许是你教伊。打铁七八年妖怪。青烟，我看咱还是赶紧离开，以免妖怪翻头刺手啊。注意啊！连我东风，小五神去工地。在中华仙境提心吊胆，哎，柯工弟啊，你要注意看呢，看这个月灵果也到底出现在什么所在？你敢来向讲月灵果？要月灵果到底生出啥模样哦？啥模样我哪会知？不过啊，我咧想这个月灵果啊，甲普通果一定无什么共款，因此啊，咱也是看到一定知影。要是讲安尼，若是拄到这个霹雳眼佮闪电口，未嫌歹运啊！行啦行啦，好好行。恐怖恐怖恐怖！最恐怖又最厉害的怪人，闪电口霹雳眼出现咯！啊！好像闭着人气，是人气不足，真好大胆，敢想要来偷我灵骨，开始。因公啊，要让你这个净化神经已经切真久啊，那有什么月灵果？啊，那都奇怪啊呢。哎呦，面头前青光闪闪呢，可能是月灵果呢。月灵，月灵果在月下现出灵光。有你青光闪闪。哎呦！有两道人影砸咱的阵前呢，我连个唔通回慢下，赶紧对着去。
君，传说中华仙境这种的月灵谷可以解敌万毒。是哦，咱两个人惯行武林，修高不少。万一那是无小心中了毒标毒箭，有这种月灵谷在身上，那就无地面之忧。嗯，赶紧采取月灵谷。对。一到前我神经投出我连骨金虎多多贵人破掉命怪人心如钢铁，刀破不凶。来西，闪电口吐出一道闪电，九州客应声死亡。劈到眼的目睭，射出一条的火光，魔甲王也断魂现场。此时小魔神在旁边看得目骨松然。哎呦，阿娘喂，酸呐！有人在附近？唔通我走去？对。小五神哭干鼻，拼命走，双拐在背后急急追。哦，哭干鼻啊！明年的今仔日吼，就是咱两个做基，目睭开开，准备等死。闪电口劈了眼，并无攻击小五神两人，反头退入静月仙境中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哎呀，佛祖啊，你得慈悲哦，赶紧的接我到西方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哎呀，阴公啊，阴公啊，你是在念啥？那两个怪人已经走了呢，哈，怪人走啊，咱无死呢，哟，演两个怪人那无杀人啊。不知什么原因呢？嘿，这两个怪人哪会无杀咱啊？嘿，我咧想哦，怕算咱两个也做人未歹。我咧想，不是呢，一定是有原因啊。我知啊。哦，到底什么原因？爱等啊！你若唔知，我想知。又是你哈？啊，你这个人吼，怕算又要想赚死人的钱哦。我安尼就歹听啦，我是好意呢哈，真早要我落来这个所在，我是准备要甲恁相识啦。啥知影，出人意料之外。哈、哦，阮两个无死，也你感觉真意外。当然嘛是意外。恁敢知影？恁两个啊，都是这个所在有生以来要有性命离开这个静月仙境的呢，啊。这个静月仙境过去啊，有人念是无人信呢，那是偌恐怖呢！一拄只情形，你敢有看到？相公无看到啊，我在旁边啊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迄我头一回看到，看见吼，遐么煞尿，这两个啊生了是人够恐怖，一个吼也就你目睭尔，
一另外去算的吼，真个水，吼吼吼，迄唔知啥物人生，生了迄唔歹，无怪啊，有人念这个状元仙境，也无人念开，也但是真奇怪呢。迄拄只恁两个啊，走到这状元仙境的外口，也去用跋倒，也对后边来，那会无将恁拍死？这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呀，我嘛感觉真疑问，为怎样，那会无台湾两个啊？嘿，这到底唔知啥原因？啊哈哈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啥原因？我咧想啊，恁走到这静月仙境遐一块界边，哈、哦，迄块界边的外口，就是等于静月仙境的外面啊。恁走来到外面，因无甲你追出来，因为界边的内底，安尼内外分了真清楚，怕算是安尼吼，恁两个才无死。你讲安尼嘛是有理呢。静月仙境的内面甲外面，哎，有理呢。好啦，卖你啊，有理无理啦！我咧想啊，即摆共要天光啊吼，过入去只有死路一条啊！不如利用你闲时间，也想一个妥善的办法。快用什么办法？我到入这个静月仙境，摕这个万年古较要紧啦！一你两个吼，拍算行一个真功夫。多谢哈，我行一个遐么老妖，吼、哦，我行一个真忝。安尼爱食甜虾米线蛋羹，你两个吼做人袂歹，一摊放我吃。也唔过我是出家人呢，哈哈！出家人我都请你食素斋，也另外伊我写伊食烟虾米线，行啦，我写啦，耐心啦，耐心啦，对不对？地方文左手天雷文回大指，必力向回大指攻击，心含回炮之中千斤发。你的三代神捕已经变成脆皮了，有见容易吗？什么？你不死啊？小小回弹指威力，也不足使寂寞丧命。今天你来妨害我秦兄，应该接受小小的惩罚。洪文，你若本领一刀结果我的性命，你不将我杀，那天雷门一定来突回民主啊！随时奉陪。真不愧是新部呀，只可惜花魂娘比多他了。花魂娘早晚会落入我的手中。我也相信你有这种的本事，但是你今天得罪天雷门，恐怕日后有真大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手中的宝刀会替我解决。天雷门不是你想的很简单。天雷门的教主叫做金龙圣手金长空，伊独传九九连环金龙炮，是非常的厉害。金龙炮对我来讲无什么可怕。我看你也是小心为重。你为怎样时常在我的身边？莫名其妙，其他你不用担心。你的面容有几分亲像？咦，天下面容相似的人真多，咱以后也会见面，故事咯。教主，不是我无情，是你无义啊！枉费，枉费啊！
款情来锁定，不是我来变心，放弃着你，因为我是多情的人。不管是三冬也五年，一次的离别是暂时，我是永远爱着你。刘头青，你真正要献出这等的身躯吗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是救人救到底。那三人的罗汉如意将恐怕不行。如果你发出罗汉如意将，我也只好用修罗大法来抵挡了。呵，接招！啊！来的，但是我也会来啊！来人哦，收兵！如果你若无法收兵，罗秀也真吃力，这就是所谓天鸟相击。来了来了！啊，张秀翁，我加添你不少的麻烦哦。讲一句话是无过分，不过我也是欢喜甘愿咯。我看我也是离开这个万象山，才袂来连累秀翁你啦。讲啥话？头已经说了，哪有身躯无说理由啊？何况你若离开这个所在，是更加危险。最起码我的师弟郑五角也唔敢想来惹我。我上该说你了，迄无我的代志。我嘛，个人咧夺命，夺命救命，功德无量。我无爱啥功德啦，赶紧啦，向我的自由较要紧啦。免急免急，再过四十七天，你就自由咯。四十七天，敢那未输四百七十年。好啦，这个外面无啥安全，咱也是进入洞中。你来就你来，莫你在咧扇东风。你为啥样化修兵呢？如陀丘的武功，以我不相上下，技术战斗只有两百古伤。哦，告诉那你有何打算呢？利用离魂脱皮，就可以结果如陀丘的性命，夺取这等的辛苦了。多谢你的低卡米线，小艺术娘呐，小艺术娘呐，多谢你的所在。哈，迄嘛小艺术，虽然呐，无亲像迄个大东镇，虽然那位所在很出名，一但是本地所在戏迷嘛是未歹。陈叔嘛，因你食了敢会习惯？一出家人哪有啥未习惯？哎呦，嗯，迄面头前危险之人。嘿，那是啥坑啊？来去看麦啊，来去看麦啊！啊，你的人真好闲呢。反正哦，你这英雄嘛是无聊，加加猛看，行啦行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各位父老兄弟姊妹，受人姓苦名来临。这是我的小庆，叫做小布。今天初高贵地，
要来表演一部热血浑身的功夫。假使这部热血浑身的功夫，您看了那是无气嫌，也就多少想少人几分钱，给阮辅助吃饭。吼，现在就要来表演咯，小布，你准备好些未？阿爹，我已经准备好些了。安尼好，准备来。希望热血浑身呢？热血浑身，我来看吼，这拍算又是江湖的叔叔哦，各位目睭白乎金，现在就要来点火咯。哦，火真正要哪点落呢？先生啊，你看这是真的也是假？江湖的说法吼是千奇百怪，我唔相信讲一个囡仔真正唔惊火烧。这个神武技风云已经在正面向向前来，妙哉！艾琳娜，金龙炮对准这个技小组，安排技小组进入射程之内，马上开炮，将这个技风云炸成碎片哦！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天雷门的金龙炮已经对准季红魂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季红魂一步错，走入金龙炮的射程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哎呀，咋呀？关前望到。我的青秀已经坠落，敢讲我长寿翁如脱手的火烧该中咯？杀鸡杀鸡杀鸡！离魂脱魄，红灯上万雄山，要杀长寿翁夺取济公的身躯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精彩续集。真假济公。